看到这么多咱的福星时代，咱的信众大家拢在这，我就感觉讲，咱的大家，咱的大家妈对咱的，咱的台湾的妈祖的信用的应用感。啊，每年这个时阵，拢是咱闽南讲上无闲的时阵，嘛是台湾人上闹热的时阵，啊，妈祖起驾要了解，这也是大代志。就这人讲，这是一生应该至少爱来一摆的活动。啊，就感觉讲，这是咱台湾人信用的坚定，啊，搁咱台湾人无私奉献的精神。啊，这就是咱的妈祖的精神。所以我看到这么多人共同在这，啊，要来祈求咱的妈祖会使庇佑咱的台湾，让咱台湾会使平安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啊，予大家会使身体健康、阖家平安。啊，咱的社会愈来愈和谐，咱的国家会进步。啊，咱的中央政府、甲咱的地方政府一定会做伙打拼，来创造搁较侪的社会的福利来照顾大家。啊嘛，予地方的建设会使做起来。啊，今日看到你家，我就欢喜，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多谢大家。